Mr. Premier, ladies and gentlemen, 我一直深算命同埋运，喺天数同埋选择之间嘅互动，而科学必定能够重塑人类嘅命运。Dr. Houghton, 你带领嘅非凡团队成就不世之功，将遗传代代世人。我非常感谢你送给我诺贝尔奖牌，分享你哋嘅喜悦。我自己都未想到过，一个系经历贫病战争嘅人，可以系研究道路上参与同埋支持你哋嘅努力，呢个系我一份非常嘅光荣。大家对我的鼓励，我将时刻不忘。每日心上的问题是怎样支持林女科学家推进美好，这个是我基金会在民变社会之中的不变承诺。再次感谢大家，多谢。